怎么在这儿？快透透气，骑骑车。你家饺子店关门了？我妈估计还忙活着呢。这烟花应该是贾坤他们放给艾琳的吧？难怪这么热闹。他们应该挺开心的，现在。也不一定，毕竟快分开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一起看过烟花的人，彼此就不会忘记了吧。吃了。站住。校长，我觉得我们识字班孩子总是最后一个吃饭，这事儿我有点想不明白。大家都是学生，怎么能总最后吃呢？还有，有的复习资料为什么只有一班有，其他班没有？这个规矩到底是六儿定的，还是能定的，还是清人的传统规矩呢？学生在食堂闹事，不光是因为吃饭的问题，还有班级排序的问题，还有学习资料分配不均的问题。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着学生的心态，而且我们青云一直宣扬的就是唯成绩论的价值观嘛。这样下去，好的成绩的学生他就会越来越好，差的成绩的学生他就会越来越差，这违背我们教育的初衷啊！时间不早了，先撤。我们不是找他谈吗？是啊。滚！看见这么多同学都知道好好学习，就你不听话，不省心是吧？家里的情况你不清楚吗？供你读书为的是什么？你对得起我和你妈妈啊？走！我是哪个班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现在能说上来，我立马跟你回教室。两年了，你来过一次学校吗？家长会让你来，你来了吗？我生着病没去上课，老师给你打电话你接了吗？你现在知道管我了，要我成绩找老师了。你想开过，你少废话，你走，上课去，别拽我。你给老子这么说话是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老子不欠你的，你欠老子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跟你妈到处跑来跑去，累死累活，你知道吗？你赚钱赚钱就知道赚钱，那你赚钱去啊！那么不想管我，就没生过我好吗？当我死了。